因阵新总结，陆陆续续有三件嘅报告出现空前嘅个案，5,572嘅死亡，韩国高职员经过了紧急嘅快筛过后，一个检测嘅结果都系阴性。为了为本民众做贴冬季嘅雷注意防沙，李成强将会喺下礼拜两日加开大型嘅注沙冲刺，提供民众水多水注沙嘅丰富。温顺喺下两日嘅礼拜两日早前就会注贴。打造一股强民众排列个韩国下资料过后，坦然出租日本沙，认为本土日期切到新竹站，从新内入游击站、韩国中学、科技大学等三间学校紧急宣布停课，四省韩国高职人员也做快速抽检，检测结果都系阴性嘅。因为有足迹，有很多来到去有接触到嘅吼，所以民众扩大，韩国移民中学、韩国嘅吉德堡嘅幼稚园吼。总共有5,500人在学生咧，我哋全部落去裁剪 PCR 哈，结果全部阴性，是冇问题啦哈。虽然疫情冇控太过，过年出不到地，唯独民众都坐在主导之风上，拜六礼拜贴片本地准备时到幸福巷，还有关西镇两座小菜，加快太兴街朱砂站。早上头9:00到12:00，哈下昼头1:00到4:00，哈。总共有900几都在组。竹北啦，我们中心集会所都有来加开。那在新丰有我们的松柏的这个集会中心哈，对我们这一次 Omicron 的一个这个防疫的能力就会增加。都没打我们的啦，一定要来打第三剂啊，对不对？打第三剂的话，没有保护力的话，一定会提升嘛，对这本身嘛有好处。新竹人卫生局联合加快为主个治风沙，主要系 BNT 韩国莫德纳，对象系为主体质都体三门个民众。主沙个体点韩国事件，人均富强民众做得参考卫生局个网站，民众做得随到随住。不过提醒主治风沙个时节，停车会带领全部卡韩国主沙记录卡，大家强下来事故空间。下个新闻，王文耀新竹报道。